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四册，我们讲到第一二六七页，一二六七页，那么第11个部分，前面的都是在讲什么？菩萨聚义就是。无聚义是不是就是菩萨聚义啊？的这个无是不是都是在讲因缘法？所以他无所无有处所啦，是不可得的啦。这些不是在否定现象，反而比较能安立现象，因为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都在多变化当中，缘生缘灭的变化当中嘛？所以讲的究竟彻底一些，就叫做无。无是不是就在讲性空，在讲因缘在讲因缘法那第11也是哦。如果依佛陀的五分法身为譬喻的话，佛陀的五分法身是什么？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是不是好，所以呢，佛陀对须菩提讲嘛佛陀的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在戒中呢，无破戒。那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也是，菩萨聚义就是无所得亦如是啊。那如同佛陀在定中呢是无乱心的，在慧中是什么？无有愚痴的。那佛陀解脱中是不是无不解脱啊？佛陀的解脱之见当中呢，也是无不解脱之见的，这是佛陀的五分法身，是不是都还是无所有无所得因为成佛是不是要经过凡夫菩萨、圣贤菩萨到菩萨摩诃萨的完成的过程，菩萨的聚义就是无聚义，都是什么无所有无所得，是不是都是如此的？好，那第12来讲的话，依着什么佛光余光不现因为佛光是不是最明亮的这个光那个亮度是最高的嘛所以佛陀对须菩提就是说，譬如佛光当中呢，日月光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常常举例说在黑暗中是不是只要有点路灯都觉得很可贵？因为它照破了黑暗但是五烛光、十烛光、100烛光，它是不是都有现有亮？等到太阳一起来的时候，这些路灯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因为它的光不及什么太阳光，而太阳光呢又不及什么佛光所以佛光当中佛光一旦这个照射下来，日月光是不是也都看不见了那佛光的当中呢，在这个六欲天，欲界的六天就是最低的是什么？4天王天，第二个就是刀立天，33天，对不对？再上去是空居天了，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欲界的六天？然后还有梵众天，从初禅一直到四禅的最上面的叫色究竟天，叫做阿迦尼刹天，色究竟天等于是四禅的最高天的那个天光，是不是也都比不过什么佛光？是不是它的那个光芒也不够也好像消失了一样，因为太阳那个佛光是不是太亮了所以呢？佛陀就对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菩萨的无菩萨聚义无所有呢，也是这样，是不是都是无聚义的？菩萨的聚义就是无聚义，无聚义是不是就是菩萨聚义啊？好，那这里有一个37道品37道品来讲的话，也是信、静、念、定、慧，这是五根，也是五力。对不对？五根五力那在念的部分呢，四念处像种子一样四念处，四正勤呢，就是这个静是不是就是要
要能够精进啊，非常的勤快的啊，四正勤，然后还有四如意足啊，修定能够达于四如意足，所以这个种子是什么？四念处啊，四正勤就好像在播在浇水、施肥、灌溉啊，让那个种子能够生根发芽啊。到四如意足就是它能够萌芽啊，五根啊它能够生根。到五力的话呢，啊，它那个根会生的深的话，那么它的那个力道是不是就会强啊？就会往上长啊。然后到七觉支、八正道啊，开花到结果，这是不是整个三十七道品啊？啊，这个也都是我们修行的要目，对不对？啊，尤其修出世法，菩萨道上啊，当然要顾及世间法，是不是也要有出世的智慧？但是也要有入世的慈悲心呢？啊，所以我们说这三十七道品也很重要的是，因为它能够去对治我们与生俱来的第七世的八个大随烦恼，八大随烦恼。哦，好，所以接下来那么是一二六八页，哦，一二六八页。哦，好，所以这里有一个结论，结啊，哦，结也就是说这一切就叫做无相，无相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哦，因为这过程是不是都是无所得啊？无有处所嘛，哦，都是这个无所住、无所无所求的心，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总说诸法实相，它就叫做无相，或者也可以叫非相，啊，哦，也可以叫空相。在般若系哈，哦，在中观系来讲的话，它否定式的符号的这个相是透过性空来的，哦，所以这个无相不是没有相哦，而是诸法实相。所以在金刚经就讲嘛，哦，若见诸相非相，有没有？则见如来。非相也是诸法实相，对不对？也等于说我们看到相有的当下的性空，哦，那个否定式的符号，哦，就说我们看到的是相有，但是我们要能够跟什么性空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才有机会达于诸法实相圣者的境界嘛？哈，哦，好，哦，所以这个佛陀哈，哦，这个劝我们啊，哦，要学习般若，就是希望能够达于什么无相、诸法实相。我们凡夫第一个目标是不是就是希望超凡入圣啊？从有相的执着，达于诸法实相的呈现啊，那就是圣者的境界。而这个诸法实相可以称为无相，也可以称为空相。所以我们常说哦，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有没有？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哦。哦，诸法实相的性空是透过性空而相空，相空是因为性空它是平等性。所以相空就叫做平等相，无相也是平等相，非相也是平等相，诸法实相是不是就是平等相啊？圣者看到的现象是平等平等相，而我们凡夫看到的是不是不平等不平等的相啊？一直不断的 在起分别啊，起烦恼啊，哦，起伏躁动不安嘛，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相，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说要从不平等而达于平等，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性空，是不是就是透过因缘的特性，哦，才可能现出什么诸法实相来，哦，好，所以这里就讲说何以故，为什么说无相是我们要学习的呢？哦，因为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成佛，哦，的法，这是要经过菩萨的过程，对不对？啊，菩萨啊，在就是说要透过菩萨道嘛，啊，那也要理解菩萨的句意啊，因为所有一切法都要皆怎样呢？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什么无相，
也就是说这一切法的过程呢啊，它都是叫做不合不散。合跟散是不是也是相反的？合是因为缘生，散是不是就因为缘灭啊？不合不散其实就是在讲不生不灭啊，非一非异啊，非常非断，是不是在讲不二？不二是一种平等相哦。哦，因为一切法皆什么，能够达于不二相啊。不二相就是一相，也就是所谓的无相，无差别相啊。其实无相也是无差别相，因为平等相是不是就是无差别相啊？圣者看现象是平等相，到成佛究竟的平等，所以我们常讲说佛陀等视众生如什么罗侯罗啊。哦，不是佛陀不是哦，看到都空空如也之相，不是哦，看到所有的众生对佛陀来讲是不是都是平等的、啊、不会有差别。而我们凡夫是不是都不平等啊？有我喜欢的，有我讨厌的啊，有缘的，有不没缘的，是不是有善缘有恶缘？那这是我们凡夫是不是一直在那边起差别啊？哦，所以就会不断轮回生死不已嘛。哦，所以这里的不合不散其实也在讲不二哦，对不对？无形无色无形无对，哦，也是在讲因缘，它是不是都看不见的？但是它确实存在。哦，是不是都有因有缘啊？哦，达于一相就是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什么无相。哦，那这一方面哈，也可以看到这里有所谓的三假哈。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透过发菩提心到三菩提到阿耨多到什么三藐三菩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不是法上面的进步进展？哈，但是法本身是不是也是假的？如幻如化嘛，这是法上的假。哦，那身为菩萨，我们愿意发心成为菩萨，菩萨也有受上的假，因为菩萨道上我们说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有没有受啊？也是会有所感受。那我会不会被这些困难所打倒？菩萨是不是要无所求无所住的心才可能去突破，才可能去越过这些困难呢？啊，它是受上的假，乃至菩萨具意啊，啊，是名上的假了。这个叫三假，啊，有法假、受假到名假，啊，因为这下面就会讲到这里有没有三假。啊，这下头是不是有三假？啊，在这里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是法上的假，啊，菩萨是受上的假。菩萨具意是不是也是名上的假？哦，这个之所以说它假，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在变化，它不是真实不变存在在那个地方的。哦，好，所以呢，佛陀就对须菩提说：“如是啊，须菩提，哦，菩萨摩诃萨一切法，哦，在无碍相中呢，应当学，应当知啊。为什么无碍相呢？”因缘是无碍相，我们现象是不是有碍相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对不对？一个椅子是不是坐一个人，没办法叠好几个人，是不是就很啊？因为它有碍，色蕴本身是不是有碍的？它会有执变，有执碍性啊。那现象上有执碍性，但是这个因缘呢、啊？因缘它无形无相无对啊。它是不是无碍相啊？因缘就看我们怎么去思善思恶，是不是都是在讲因缘的善恶啊？哦，它是没有障碍，我想要思善，谁能阻挡我呢？对不对？哦，我很执着很烦恼，谁又能够阻止我呢？对不对？是不是都自己所为啊？哦，我们起心动念要思善思恶，也是一种无碍相呢，这样理解吗？哦，所以那就看我们怎么去抉择了。哦，如果我多思善的话，我是不是后面福报会多？哦，因为我思善
那因是善的，缘是不是就会善啊？哦，因为它会物以类聚，善因善缘最后会结出什么福报，对不对？但是我就是痛苦烦恼，我就是这个哈、哦，很多事情想不开，心光get归完，对不对？啊，色身也会get归完，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癌症啊，太多癌症的很前面的因缘就是什么想不开啊，化不得化解不了的时候，真的心肝结鬼丸的时候，我们的生理是不是跟着结鬼丸啊？哦，因为我们的心理会带着生理走啊，哦，所以呢，这个在现象上啊，不要太过于执着，所有一切现象都比较会有障碍，要去突破障碍，是不是就是要升观因缘啊？啊，要能够升观因缘，化解对相的执着，就没有什么好执着，因为这些所有一切相都是因缘所合出来的嘛，我没办法去主宰它不永恒不变的啊，实有不变的存在在这个地方，这个些我们是不是都主宰不了？哎，啊，要观因缘。去化解、啊、去离相泯相乃至灭相的现前、啊、所以这是、啊、这段经文的一个什么结语 哦，所以这个无碍相是不是就是在讲因缘法、啊、佛教最可贵的最核心的就是因缘法，不共于世间法也在于因缘法，对不对？哦，佛法佛教当中的智慧是不是也来自于因缘法？慈悲也是啊，哦，乃至信愿，我们在这个三大奥僧祇劫的学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三要啊？信愿、慈悲与智慧嘛。哦，那这些其实都是透过因缘来完成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论的本文，解释前面的经典，所以这里几乎都还会再重述一遍呢，只不过它更详细、哦、好，所以都一样、哦、都会就菩萨摩诃萨来说波瑞，有没有？先从菩萨，下一品就会从摩诃萨、哦、好，所以呢菩萨聚义呢就是无聚义，无聚义是不是就是菩萨聚义啊？哦，好，首先呢就先释疑、哦、所以透过三假、哦、来破菩萨的这个聚义、哦、的名字、哦、所以呢今何以问菩萨的聚义、哦、就说前面其实在三解脱门里头也有三假，也透过假是不是才有机会解脱？我们若认为是实有我就解脱不了了嘛，如果这一切我都认为实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会抓着不放啊？啊，抓着不放呢，就会往下堕嘛，是不是？抓着不放呢，会增长我们的愚痴、烦恼、痛苦，啊、哦，乃至生死轮回不已。哦，所以前面也讲到三假，哦，透过三假来破菩萨智啊，哦，在第一个哦，在那个三解脱门里面空。无相无作，无作无相嘛，哈。好，所以这里就问说，前面哈佛陀跟须菩提透过种种因缘已经破过什么菩萨智了，为什么现在还再一次的问菩萨的聚义？因为这个聚义跟智是不是有点像，都在名相上头啊，比较在名相上面来，哈。好，那论主、哦、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外道、哦、来请法、哦、来这个来请问论主，还有呢有时候是论主自己设问，对不对？设问然后自答、哦、所以呢论主、哦、他就这个问题来回答说，须菩提呢、哦、前面在破菩萨智啊、哦、而佛呢、哦、不去破他、哦，那么就讲说菩萨智从本以来呢其实都是什么毕竟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叫性空唯名系，有没有？波瑞系是不是属于性空唯名？它不过只是名称罢了，名称是一种假施设出来的东西，让我们便于沟通啊，比较精准的去做种种的沟通，
其实这些名字名相来讲的话，它是不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对不对？但是这个名字它不是实有不变的，所以在过程中是不是我们也有父母给我们的名姓名之外，哦，当我们皈依的时候是不是有师父给我们的法名啊，乃至哦，成为作家还要有笔名，对不对？哦，当了明星是不是有他的艺名啊，哦，一个人是不是可能有很多的名啊，在这些名其实都是假名而有的，都是因为有因缘是不是才会有这些名的产生，哦，他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因为他还是性空的了，哦，不是固定不变的了，哦，而且呢，哦，但是呢在五蕴当中，五众就是五蕴啊，哦，当中呢，哦，数假名菩萨，哦，这个在五蕴当中，哦，合出了菩萨的样子，菩萨的行为，哦，菩萨的身意，乃至菩萨的功德啦，种种，那这些是不是也要用名相来表达，哦，所以这是假名啊，哦，而菩萨而众生以假名为实，哦，一旦有个名相，我们又去执着了名相，以为它是实有不变的，哦，我们很容易是不是会落入执着啊，只要是现象我们都很容易落入执着了哈。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假名是无实的了，哦，但从诸法数合合为名，哦，这里数就是，哦，因为是要众因缘怎样合合而成的，对吧？我们刚刚讲了好几种名，是不是都有其因缘才会又一个名，又什么名，又是什么名，是不是也要有因缘哈？无因无缘就不会有现象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去下种子，怎么可能开花结果？啊，梦想要开花结果而不下种，是不是也是一种妄想啊？那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所以呢，就算开花结果，它还是假有的。因为它不过只是因缘合合而成而生，会不会因缘离散而灭啊？因缘离散而灭也是必然的，好，哦，好，所以假名无实哦，这是名假，好，哦，第二个呢，啊，复次诸佛法啊是无量无边，是不可思议的，啊，在法上，啊，因为诸佛法。佛陀所说的法是不是尽虚空界的，啊，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啊，是超过我们可思议的这个范围啊。那须菩提也前面，啊，已经讲了 菩萨智啊，它是空的，啊，所以呢来解说般若波罗蜜的相呢其实也是空相，啊，那这个也是法上的假，虽然，哦，要行菩萨道才能够成佛，是不是 有佛陀所教我们的一些法的依据，对不对？好，比方我，哦，要修三十七道品，要修六度万恒，对不对？啊，都会有所 有法来让我们有所依据，但是这个法它是不是还是假有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每个，啊，每个人去适应这个佛法的本身是不是也都是有多种的变化，啊，而今欲闻佛陀所说菩萨智意来讲的话，也因为这样子而来，啊，也是要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才会特别的来说，啊，用波瑞来怎样婆罗蜜啊，啊，那总说呢这里就讲嘛，菩萨具意自性本空，所有一切是不是都是性空的，啊，它都不是实有不变的，所以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假有的，啊，那第三个部分呢，啊，那么因为如来的音声佛陀说法音声是不是也非常的微妙啊，而众生都喜欢，啊，乐于听闻，能够利益众生的缘故，啊，所以呢这个第三，啊，论的本文就讲因问无因缘无量无边呢，啊，好，所谓佛陀的音声有六十种的庄严，能令诸天专听，何况是人，连天人都很爱听，更何况是人，啊，因为天有天乐，天乐是不是比人的音乐还更好，啊，连天人都喜欢听佛陀的
说法的音声、哦、所以这是受上的、哦、受上 很可以受嘛，对不对、哦、那但是这个受本身是不是还是假有的、啊哦、只不过是因缘和合的状态、哦、那么这些音声是不是也会原生也会怎样圆灭？佛陀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是不是也有他的原生、哦、到他的成道乃至到、哦、释迦牟尼佛的什么入灭，对不对？所以这一切是不是都还是假有的？好、哦啊、所以呢佛陀的音声、啊、令人、啊、这个药闻、啊、这个乐、啊、等于是好药的意思、啊、大家喜欢听闻佛陀说法，更何况、啊、佛陀所说的法呢、啊、对众生是有大利益的，本身就非常的悦耳、啊、听起来非常的舒适，觉得非常的可易受之外，更何况啊，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啊、是充满了什么对我们人生的什么意义啊？啊所以呢须菩提、啊、也从佛来听闻这样子的、啊、这个法、啊、这样子的事情，让未发意者还没有发心的人来让他有机会发什么成佛的大心啊、已经发心的发意的人呢、啊、还没有去行六波罗蜜的人让他有机会怎样、啊、不仅发心还要去行，对不对？去行这个六波罗蜜、啊、那也已经发心、啊、也已经这个行六波罗蜜呢的行者来讲的话、啊、那难免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不够清净的啊，我们凡夫是不清净的啊。虽然我们也很发心，也愿意行六度，却是不清净的。那是不是也是希望让我们有机会转染成净啊？啊，越向上是不是就越清净啊？那越是上面已经清净的话呢？啊，越向上，越向上到所谓的阿鼻拔智地，就是不退转地啊，来成就众生。哦、就算已经很清净，那么起码、哦、一直不断的向上提升到即将成佛、哦、的这个大菩萨，他也是在成就众生具足佛法，乃至到什么一生补处菩萨、哦、那如是等种种无量因缘来利益大众的缘故，所以呢佛陀就以须菩提为问主、哦、来说一切十方法啊、十方世界在会的众生是不是都很愿意来听佛闻法、啊、来听闻佛陀的音声、啊、来说法 的这种其中的很甚深的含义 所以这是如来音声的微妙众生要闻 因为能够不仅我们自己受益，是我们也还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众生来受益、哦、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佛陀就回答、哦、就告诉须菩提说、哎、无惧意是菩萨惧意啊、哦、那为什么是无惧意呢？因为众生怎样空法空、哦、人空跟什么法空哦、众生是行者，对不对？修行者所能者、哦、主动愿意修行的能者所修行，是不是要依法来修行啊、哦、不管是人还是法，他一个是能一个是所、啊哦、都是什么性空的、哦、所以菩萨惧意呢也就叫做无惧意、哦、因为无惧意是菩萨惧意，因为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不是无处所啊？啊，它是性空的了，啊，它是性空的，啊，是无我无我所的，无我无明的，啊，于是当中呢也是无依止处，啊，无依止处，因为我们有依止呢，都是在现象上嘛，对不对？在现象上是不是都无法依止啊？啊、唯有依止在法上、啊、
所以就算依止在法上，这个法本身是不是还是空啊？哦，只不过说哦，我们依止在法的平等性上，不是平等向上哦，哦，而是平等性，也就是这种平等性性空，它是不是通彻一切？哦，不仅这辈子哦，我们理解性空，我们这辈子是说理解性空，也是上辈子过去是学过呢。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哦还有机会学？哦，这辈子学了之后，是不是下辈子还有机会啊？因为种下了这样的因缘，就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熟悉它。哦，那这种法空，也因为法空我空，是不是才能够流转？透过因缘，是不是才能够流转啊？现象都没办法流转哦。哦，所以无我无明者的话呢，就无得道者。有修道的人的相。但是修行人的本身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啊？哦，所以这里说无得道人，不是在否定得道者的现象，而是在讲所谓的得道者，他是不是还是无所有啊？他还是性空的啊？这样理解吧？哦，不要以为说哦啊这样修了半天，是不是都不用修了？因为都没有修道的人，没有得道的人。不是从现象上来解的，而是要从因缘来看的。因为透过因缘，它都是无有定法。我们每个人修的那个境界，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哦，而且这种境界也不是就固定在那里不动的，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起伏啊？哦，尤其啊，我们每一辈子都还有隔音之谜呢。哦，上辈子学的，到这辈子哦，还有前面。很多糊里糊涂的状态，到慢慢慢慢哦，把这些善根因缘再把它唤醒，是不是？哦，这个过程当中呢，哦，其实呢，这个就因为性空的缘故嘛，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哦，到下辈子或者说上辈子到这辈子，每一个人的开始学佛的时间是不是也都各有不同？有的很早，有的很晚，啊，很晚的不要说在那边啊，这个。乱谈，哦，说我那家哇啊，这么晚也是自己造成的了啊！我，哦，能够早，那我们要种下将来早一点学佛的因缘，是不是？哦，所以呢，这个其实都无有定法的意思。得道者是无有定法，叫做无得道者，这样理解吗？有得道者的现象哦，只不过他无有定相。叫做无得道者，这样知道吧？哈，还是一样有修道人，有得道者，只不过他无有定相。为什么？因为性空的缘故，就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叫做无得道者哦。哈，好，所以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如果你能够知道无我无我所而得到阿罗汉的话，那。菩萨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学佛乃至成佛道路当中啊，也要能够透过无我无我所，这是不是也是中道不二啊？啊，我跟我所相对的两边嘛，都加了无跟无，是不是就是不二啊？也等于是去除了我执跟法执，还有呢，我所呢平等平等。哦，那也是一种诸法实相圣者的境界了。哦，所以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无啊？所以说无俱义是什么？菩萨俱义了。哦，的这个无，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就像说，佛陀哦，时代有很多的外道，大家都在思考人生解脱的问题，所以很多外道就提出了什么。真我、犯我啊，这个大我啊，不管什么我都是有我，只有佛陀提出什么无我，才是根本的解脱解决之道。啊，那佛陀是不是都希望我们众生能够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大圣法？所以呢？这个哦，菩萨的聚义就叫做无聚义，是不是都透过无来完成的？的这个无不是没有叫做无，而是透过因缘法来完成，啊，是透过因缘哦。好，
好，所以这个因缘呢，就如同哈，这里有七个譬喻嘛哈，如同的，如同什么鸟飞空中啊，是没有无有足迹的，不会留下足迹。那菩萨到菩萨聚义也是哦，啊，在行诸法啊，法本身呢也是虚空的啊，因为因缘菩萨是不是专门行的就是因缘法？哦，菩萨道上呢，只要一个实相印，就叫性空的法印，有没有？在早期，哈、哦，声闻法比较重相，所以他会分说，哦，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境，在相上就可以去切割成三种相。但是到了初期大乘，到大乘法兴起的时候，般若经典啊、哦，还有。龙树菩萨造了中论，是不是直接就用一个实相印就够，就叫性空的法印。性空法印是不是就是在讲因缘法？因缘法无形无相无对啊，哦，看不见，它很抽象，却是它是造成我们果报的前面的因缘啊，是不是？而我们现在要去改善我们未来的果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去下因缘啊？一样的意思、哦、所以呢，也因为因缘而无依止着处，在因缘上就没办法去执着一定要是什么现象，因为它不是现象，它无形无相啊、哦、以是故呢，无菩萨聚义，无聚义是不是就是菩萨聚义啊、哦、其实就是无的意思、哦、好，那这里来解释、哦，菩萨聚义，什么叫做菩萨聚义呢？啊啊，因为在这个哈、啊、印度文哈、啊、印度的这个梵文啊啊等等哈、啊，他们都是以什么众字合为语啊？他们的字啊叫做文，我们一般会觉得哎，这个文已经很大篇才叫做一篇文章，会觉得文是很大的，好像是应该有名。有句才有文，他反过来其实他们的文指的是字母，就像英文字母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叫做一个文一个文，它是字、哦、众字合成语，所以这个语又叫做名，所以叫做名声、啊、哈，那众语的话叫做句，所以句呢它会有甚深的含义，所以句跟意思就会结合在一起啊，哦，所以这里哈、哦、用这个文本身是字母啦，哦，众字叫做语，又叫做名，哦，众字合成为语啊，哦，众语呢叫做句啊，所以最大的反而是句，对不对？句呢它包含了、哦、它要去表达甚深含义。所以我们的义本身是不是常讲说它是甚深义啊，啊，法义法义有没有的那个义、啊、不是只有看到法的那个表象上的名相而已，是不是还有更深的含义啊，深义啊、哦、所以这里讲众语合成为句啊，所以会有句声、啊、有名声，有句声，有文声，有没有加了身体的身、哦、常常从名句、哦、然后文其实是最小的单位，反而是最小的单位 哦, 哦，好，所以呢这里就讲就像菩萨的菩、哦、对他们来讲是等于是一个字母、哦、一个菩是一个字，提是一个字，和如果不合适、哦、各有一个字的时候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哦、但是把它合起来菩提是不是就有意义了、哦、拆开来就没意义啊、哦、这个秦言就是在讲 汉字啊、哦、因为当时候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啊哦、那就是在讲因为他在秦朝、哦、那所以秦言呢说这个叫做无上智慧，菩提是无上的智慧，菩提果是不是就是佛果啊、哦、这个无上奥廖多罗三藐三菩提嘛，
是结果哈、哦、啊，所以菩提合起来它就有啊、哦，等于把这个合起来，它就是一种语，是一种名相啊、哦。那萨埵呢，它是有情众生，或者是发大心的众生啊、哦，所以菩提萨埵再把它合起来，是不是就有它甚深的含义了？哦，是两种名去把它合出来的句了啊。哦，所以呢，菩提萨埵呢，就是为了啊，为求无上智慧而发大心的有情众生，是不是就是菩萨？菩提萨埵啊，菩萨是菩提萨埵的什么简称啊？详细的说，应该叫菩提萨埵啊。所以欲令哈、啊，也就是佛陀希望让我们众生能够行无上道，是不是就是要行菩萨道啊，才能够圆满成佛嘛？所以呢，名为什么、啊、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哦、所以呢，我们这一品、啊、叫做菩萨聚义品啊，对不对？聚义品、啊啊、是佛及佛弟子、啊、透过种种因缘来说菩萨摩诃萨的甚深含义、哦、那菩提它是语，萨埵也是语，合起来二语，众语 合成什么句，众语是合成句，就有它甚深的含义，这样理解吧哈。好，所以讲到哈，如果说哈，这下一页了哈，如果说到名字的字呢，它是文呢、啊哦、还有语还有句呢，其实都是在表达、哦、表达一些想法看法乃至修行的方法、哦、它是无所在的，这是假名安立的、哦、其实这些不管是语是文或者是名或者是句啊，其实都是在表达啊、这个我们之间的沟通啊，啊或者佛陀的教导啊，啊那其实这些字是不是都无所在，它不是时有不变的，是不是也是有多的变、有多多的变化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些名相其实不过只是假名安立啊，而现在呢，须菩提就请问佛陀说，要以何定相法为菩萨聚义呢？哦、如何的来为菩萨聚义来做定义，所以那个定义是不是也很重要啊、哦、很多名相都有它的定义，就像我们说、哦、菩提，我们说何谓菩提心、哦、要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利益众生是透过佛法来的，那是它很重要的定义、哦、那前面也讲嘛、哦、是为了要成就无上道，要成佛啊、哦，所以他发大心来行菩萨道的这个萨埵，啊、哦，那叫做菩萨聚义。那在这个在累劫宿世的修行当中，是不是就是要无聚义啊？啊、哦，就是要理解的是什么因缘法？好、哦，好、哦，那在印度文来讲的话，啊、哦，这个波陀是聚啊，啊、哦，聚呢，它有种种的深意。哦、后面譬喻会再继续说了、哦、所以文它反而是最基本的字母、哦、那名或者语它等同，它变成是一种名词、哦、名词再加上名词再加名词、哦、比方菩提合起来它是一个名词，对不对？再加上、哦、还有萨埵，菩提萨埵，那就变成句了，就有它的什么甚深的含义、哦、好，然后呢就因论生论、哦、何故举这么多的譬喻呢、哦、光是一个鸟飞虚空没有足迹就够了，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譬喻、哦、那论主、哦、这个回答说，因为众生听受种种的不同、哦、有的呢是比较好要在这个法义上面的，有的比较好要在什么譬喻、哦、透过譬喻容易懂嘛，是不是、哦、譬喻它是可以去解义、
哦，所以有时候佛陀在讲甚深的法义之后，是不是就会用个譬喻来让我们理解，哦，来让普遍的大众有机会去解义，哦，那因为譬喻心则怎样乐着，哦，因为透过譬喻，哦，我们的心可能就比较明白，明白是不是就会愿意接受啊，哦，比较能够接受，如果不明白是不是就很容易忘掉了，哦，因为明白了之后就容易去接受，就如同一个人他本身就长得非常的端正，哦，这个正其实就通那个，哦，正确的正，哦，一个人他长相本来就很端正，哦，如果再加以掩饰，哦，再加一点装饰，再化一点妆啊之类的话，他是不是就会更加的怎样容光焕发，意思也就是说那个意本身其实就像一个人的端正，而那个譬喻是不是就是，哦，装一点，哦，加一点色彩，哦，来让它更加的怎样，哦，能够显示出那个甚深含义，让更普遍的众生是不是能够接受啊，哦，所以这个譬喻有这样子的好处，所以，哦，就会举多喻啊，就不只举一个喻，对不对，就好几个七个喻啊，哦，所以就如同梦，哦，也像影子，也像声响，也像佛陀所化的种种啊，哦，啊，也如同前面所说的，哦，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切其实都是虚幻的，哦，都是虚狂无实的，哦，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菩萨不应怎样控告我慢，因为菩萨有时候，哦，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难免就会觉得说，哦，我利益了很多众生，哦，我就以为自己修了很多的功德啊，因为我们有宿世的俱生我执，是不是自己就会高傲起来了，啊，其实佛陀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无所得的，哦，是无所有的，哦，啊，那是不是就能够调伏我们的心呢，啊，啊，调伏菩萨的心，而不应该怎样自我控高我慢啊，哦，所以呢透过，啊，种种的譬喻来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功德啦，啊，或者福报啊，这些是不是都还是，啊，虚幻，啊，这个是无实的，啊，是不可得的，啊，是不可得，这样子菩萨是不是才能够长长久久，那菩萨如何长长久久，就是要只问耕耘，在因缘上不断的去做就对了，哦，在果报上它是自然呈现的，不是菩萨去追逐来的，不是去算计出来的，也不是去计较来的，这些是不是都做不到的，啊，都不可能，哦，其实这一切是不是都是自然出现的，是因为因缘成熟自然就出现，哦，好，所以用这些譬喻，哦，那么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如啊法性法相啊实际等句啊无有定义，当然它有定义的相，但是无有定法，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真理的现象，哦，这个真理的现象，哦，它的定义其实就叫真理的现象，只不过真理的现象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哦，它反而是像静止的流水，它看起来很安静，但是它是流动的，哦，它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呢它是无有定相的，哦，无有定法，无有定法，所以叫做无有定义，有定义的名，哦，有名相去形容它，但是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哦，就是那种诸法实相也是不可言说，对我们凡夫是不是任何的言说是不是都达不到啊，因为真的到了诸法实相的时候是怎样觉诸细论言语道断了，圣者，哦，他验证到诸法实相是什么样子的，那种境界，那是不是只有圣者自知啊，哦，只有正者，
也唯有圣者能证，证者自知啊。我们现在都还没证，所以难免用语言文字来做引导，但是真的到达的时候，那已经得要把语言给舍下嘛。需要波瑞船，但是能不能上岸，是不是还要舍波瑞船啊才上岸的。它是很可贵的，所以叫做无有定义，觉诸细论的意思了。言语道断的，言语道断。好，那第三呢，也如同幻人无五蕴，乃至无诸法，有没有？无十八不共法，所有的一切法是不是都是无所得的，不可得，无所有的，都是性空的，都是因缘所成的，所以都用无啊。所以这种无啊，不无空非，是不是都是在讲因缘法啊？那也如同这个佛，他也是无五众，乃至无一切法哦。在有为法无为法当中呢，也是互无的。虽然我们说有为法中有无为法，无为法中有有为法，那个是在相上来说，但是在法性上来讲是互无的，是互无的，是不可得的无。好，那不生不灭乃至到不垢不净，是不是也无处所啊？其实它还是一样无处，无处所，就是它是不可能安住不动在那个地方的了。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37道品呢，是从杂染一直到清净，但是真的到了清净，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也是无清净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如果有人他还是去执着这37道品来讲的话，他就是一种结识，一种烦恼，一种杂染。执着了就是杂染，不执着才会清净。所以不要去执着清净相，叫做无清净相。无清净相，我们以为有清净相可执着的话，那是不是还是杂染啊？还是无法达于37道品所能够呈现出来 的功德啊，也是一种烦恼嘛，执着啊。那这个我乃至到知者见者来讲的话，净相是不是也是不可得啊？所谓的清净相都不可执着才叫做清净相，一旦有所执着都不叫清净相了。就像我们说这个我们透过语言文字希望能够从诸法颠倒相达于诸法实相，对不对？但是我们一旦执着诸法实相，那也是麻烦的，就达不到了，就无法到达。所以是不断的放放放，是不是才上去上去上去。好，那因论生论就讲到说，那我乃至到知者见者云何那么到底它是净还是不云何净啊？那这个论主呢就讲说，我们透过种种的方式来求觅我相啊，我们是一直很希望我要理解这个我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反而这个要求觅我相是怎样是不可得，因为这个我相它不会固定不变的停顿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尤其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对不对？也是这个那种青春那个、年轻的样貌是不是也是停顿不了啊？也是逐渐在老化，所以这个我相是不是不可得啊？它无法停止不动在那里那知道不可得才会静。如果一直想要去求取的话，那就不是静的了在第一义中呢，它就是所谓的什么中道不二。第一义是不是就是诸法实相啊？就是真理的现象，圣者的现象圣者的境界，它是无尽无不尽啊。它是不是要超越相对的两边如果勉强用语言文字呢，说这个叫做绝代性，绝代的超越等于他
超越相对了，有点像绝对，但是呢叫绝对好像也怪怪，因为没有，因为但绝对很容易落入 不变去了，所以呢有时候就把它称为叫做绝代，超越相对，中道不二是超越相对哦，是无尽不无不尽啊，尽与不尽呢正好是平等平等，就如同洗臭死狗啊，那个把它的毛皮血肉啊骨髓都洗干净了，哇这洗净的时候呢它就不是狗的样子了，它因为它都剩下一些什么一些骨头了啊，可能骨归骨肉归肉去了啊，所以呢它也不像狗也不像猪，就好像就一堆骨骸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呢看起来好像都已经尽了，已经清净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说它到底是尽还是不尽，就是说超越了相对之后呢就叫做不二，不二是不是就是不落尽与不尽的二边呢、啊？好，因为我们很容易落于这两边，而圣者就是落不落这两边，所以呢我乃至知者见者也是这样，就因为无我啊，它是一种法性空慧，所以求我相是不是也是不可得啊，没有固定不变的我相嘛、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非有我非无我，我跟无我是不是也要不落二边啊，主要就是要能够怎样实诸法实相都是中道不二，不是用一边能够表达的，他要能够不落二边才叫做诸法实相、哦、所以我们说、哎、因为上面不叫做清净，其实它是非净非不净，反而是非净非不净、哦、是中道不二、哦、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 不生不灭的嘛，才是圣者的境界。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